起要学糖，想学糖，我们是快乐的成长，快乐成长，哇！一起学习，一起学习，充满着好奇，打开智慧的宝库，样样多神奇。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充满着意义，寻觅尝试，认识探索知识，青青草原上追寻放飞的梦想，来吧，最开心的学糖，想学糖。羊羊游世界。之钟表之都瑞士，线索到底在哪里呀？哦，你别乱动了，我有快速找的东西的。这是村长的发明时光手表，时钟越往前走，你的时间就流失得越快。把时钟往回推就好了。你拨错头了，那再往回转一点吧。时光手表怎么转得这么快？这样灰太狼很快就会变成老爷爷的。村长又不在，怎么修理呢？瑞士是钟表之都，或许能把村长的手表修好呢。哦，终于到了瑞士了。哇，有很多的钟表哎。哇，有好多巧克力。别看了，快点请钟表博物馆找修表师傅啊。灰太狼又长大了。欢迎来到瑞士钟表博物馆，本馆收藏钟表达到9000多件。瑞士可是最受大家喜欢的钟表出产大国，年产量达到1.04亿枚手表，连在一起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。好厉害啊。别看了，快去找手表师傅呀。找到修理件了，手表师傅，师傅快帮我修表。我不是师傅了，他去阿尔卑斯山上度假了。没时间了，我要去阿尔卑斯山找修表师傅。等等，灰太狼，这样太危险了。阿尔卑斯山脉可是欧洲最长的山脉，有82座超过4000米的高峰，如果不做好准备就上山的话，可是危险的。糟了，没时间了，我们马上出发。风雪太大了。没事吧？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作为雪山搜救队的工作。你们这样毫无准备来雪山是很危险的。我们急着找修表师傅去救朋友。这么巧，我也是修表师傅。太好了，灰太狼，快把时光表给师傅吧。抓紧时间，灰太狼已经变成老爷爷了。别担心，交给我吧。原来是发条坏了。师傅真厉害，谢谢你。钟表之都瑞士是个厉害的地方。在瑞士一定要介绍这特别的东西给大家。这是什么？是瑞士特有的乐器，瑞士山区的牧民们会用阿尔卑斯长号来召唤牧群，传递信息。
阿尔卑斯长号是瑞士最具特色的代表乐器，经常会出现在各个音乐场所。让我来为大家演奏吧。想吹响它，你需要有悠长的气息哟。小朋友们，瑞士是不是很有趣呢？瑞士的钟表在世界很有名，钟表博物馆带开眼界。瑞士每年出产很多名贵的钟表，世界最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。瑞士每年出产好味道的巧克力，世界最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。瑞士的钟表在世界很有名，钟表博物馆带开眼界。瑞士每年出产很多名贵的钟表，世界最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。瑞士每年出产好味道的巧克力，世界最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。钟表博物馆带开眼界，瑞士每年出产很多名贵的钟表，世界最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。瑞士每年出产好味道的巧克力，世界最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。这首歌好听吗？我们下次再见啦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你早已为我变得更像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变得更柔软。